舌尖对什么味道最敏感？舌尖对甜味最敏感。不同部位的味蕾对不同味刺激的敏感度不同，一般舌尖对甜味比较敏感，舌两侧对酸味比较敏感，舌两侧前部对咸味比较敏感，而软腭和舌根部则对苦味敏感。味觉是人体重要的生理感觉之一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动物对饮食的选择，使其能根据自身需要及时的补充有利于生存的营养物质。味觉的感受器是味蕾，主要分布在舌表面和舌缘，口腔和咽部黏膜的表面也有分布。人的味蕾总数约有8万个，儿童味蕾较多，老年时因萎缩而减少。年龄对味觉敏感性有影响，60岁以下的人群味觉敏感性没明显变化，而年龄超过60岁的人则对咸、酸、苦、甜4种原味的敏感性显著降低。